哇，开了！哎呦，这拔都拔不出来了。哎呦，对吧？看看吧。哎呀，给撕开呗，咱俩。哦，别点。哎呀。 学学位早教干啥呀？前面这段你看，这段是一大小子，看看没？防护均匀，它能使它能用。到我这块儿又给弄成这样了。哎。 夹到手了，完了！哎呀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！不，那没事，它崩的，它就是它竹子一合上了，我行不行？没事，要不行我陪你去医院吧，让你看看。<笑>你们先干，我陪宝哥得去趟医院。不是，这得打破，走吧走吧，这得打破上。<笑>行吗？行了，好了，不去医院啊？不用不用，就这一次机会，嗯，错过。 站这边，可真是从有经验当中才能干这活，没有经验你干不了这活。我刚才我试了几下，包括那刀，我下我在那旁边坐那会儿，我下那刀往下砍那竹片那会儿，很难弄。哎呦，得过水是吧？还要过水吗？咱们找个水浅的地儿，所以真的要下水啊。小婆，给你们找一个平坦一点的地方走啊。就前面嘛。哎，那有个人。 哎，我们这，我们这把木头放下来，拿个扶手，放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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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推过去，走，推过去。哎，这是，哎，这个方法好。哟，磊哥你好聪明啊！往这边。好，我先扶，我先陪你。你们先去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哎，放这，松手，哎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在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这儿。 来吧，去哪里去？行，我们去搬下一边了。好，还是走里面吧。走。你看他们已经在削竹笼了。我们这活老难了，你们这命。我们这好沉的。啊。小朋友别。